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志气。今天我玩了一台集中级。那我在普通的画面的时候，突然开了这个集中，他跑出来说话，写大盘正午。然后我以为会进去 RT， 但是没有，就是直接开支牌这样。然后之后结束，又打了300多转，开了一只小黑，再连小黑，然后再开2只7，也没有进去大盘正午。想请问有没有对这台比较有研究的大大可以说明一下这个情形，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这样子。然后5只牌之后，我又打了312转都没开，所以我打算弃卡。然后其中里面有一只7，加了711两，总共有1300多两，也是感觉很有机会抽 RT， 就什么都没有，就到这样子。看有没有大大可以帮我说明一下的，谢谢。